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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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。硬的，2小时让你的女朋友嗨，4小时让你的前女友嗨。
瞬间让你翻开24小时就踢的不一样。我叫你说什么，你给我说什么，我没有说那个色。绑啊就是要好像这只狗一样，它哦给它吃了一个药丸，然后速度很快哦，太高了，还喷漆，它喷的都尿了。啊！等一下开灯，我可以帮你搭吗？赶快，他在已经在拍你在干什么？我真的不会，你先逼我了，先拍成唱吗？留条路给人家走，谁能放我？干嘛？你那个小乌龟？哦，你又拍我了！我的贼，我的贼，没有。我这越来越夸张，是越假掰了。你手不要挡脸了。舔屁屁，舔屁屁，你用你的嘴巴去舔屁屁。台湾话舔怎么讲？舔，你要去舔啊！台湾话怎么讲？舔，黑板，黑板屁屁，黑板屁屁，黑板，黑板屁屁，黑板屁屁。哦，就是要用黑板这样子，黑板，黑板屁屁，黑板屁屁，黑板，黑板屁屁，黑板屁屁，黑板，黑板屁屁，黑板屁屁，黑板。黑板比比，黑板比比。
那个食物酸臭那个怎么讲？酸掉。食物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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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食物哎。食物哎，弟弟也可以吗？食物哎，弟弟也可以吗？食物哎，弟弟也可以吗？你是食物哎。哎呀，我真的不选你了。你是太阳皇帝呢。什么？怎么讲？老叫比比，老叫什么力？老叫比比啊！老叫比比，老叫我好吃。老大肚子大，老叫带我大好吃。烫一点，哥哥。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鸡飞狗跳，鸡怎么讲？打就那么难了。飞，拉嘎狗，好硬。跳，好棒！怎么会问这个？好，那个不是我让小朋友学单字。哦，红男绿女怎么讲？红怎么讲？嘎啦，男生，衣柜。绿色，大色，女生，美丽。好，吴宗宪有一首歌《屋顶》，屋顶怎么讲台湾？屋顶哦，拉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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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拉木。那月经怎么讲？那是血，拉木，拉木，拉木是血，拉木是那个很像，哎，有一点像，翻一下，那个拉有点像。你不能是讲月经说血，血是拉木。拉木拉木跟拉木不一样。有两种，我还。你再发音一次。拉木屋顶。拉木，拉木哦，拉木，拉木。那月经呢？我还。
乐器是瓦汉。好，瓦汉。保险套的话，讲到泰雅话，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？是嘎巴。嘎巴。怎么形容比较贴切？嘎巴是袋子，是不是？还是？不是，那个就是稍，就是类似袋子啊。类似那个意思。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套嘛？那泰雅话怎么翻最贴切？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。嘎巴。怎么形容会大家觉得说哇，这形容很棒？傻不的傻巴。傻入乌达斯嘎巴。傻布，傻布是什么？傻布是包。嗯，乌达斯就是你的那个嘛。男生的器官阳具嘛。哎，嘎巴就是那个套子。傻布乌达斯嘎巴。啊，傻布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应该是。傻布。好，那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，也要讲哦。可以啊，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。傻布嘎巴乌达斯妈妈。好，那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，照字面翻热怎么讲？鸡肉狗，好听的是香肠怎么翻？很像是手干巴来。那个大肠呢 ？use 手干巴来 use 啊，手干巴来 use 对对对，手干巴来 use 辣妹。要拆掉，好，那离开。我想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先生，你刚刚就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
唱一首嘛。你是外国人吗？你们两个唱。你妈妈几百，你妈妈几百，你妈妈几百，好了，唱吧。没有。妹妹，你真的是夸张。怎样不爽啊？他就是牛逼，牛逼大体。来。哎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哇，你真是很勇敢的女生哎，你。古星啊，白羊几嘞？哪一代呀？古星啊，白羊几嘞？哪一代呀？姨妈，白羊几嘞？一宿舍外，白羊几嘞？不不来，伊叔阿叔样，白羊几嘞？老黑笨阿三，怎么落寞？我要换。白油怎么弄？是个烂古人。我阿啥意思？我阿啥意思？哎，花束花纹，我阿啥用么？你真的是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等一下，主播停了，谢谢两位。开到了，开到了。
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不是？别人写我，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。你是不是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新闻旁边没有，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、啊？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干是不是？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些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做的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惺惺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你一个试试看哈。玩笑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